我以前也会就一点点小事我会气很久，我会记很久，就很痛苦，搞得自己抓心挠肺的。我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，就随他去吧。我的精力要分配在所有我认为值得的事情上，就有一些根本就不值得，他们不值得，你为什么要为他们烦心？他们算老几？